众所周知，《妻子的浪漫旅行》第5季开播了，团长从谢娜换成了刘涛。本季请来的四对明星夫妻，秦海璐、王新军、林峰、张馨月、陈建斌、蒋勤勤、邹凯、周杰，四种不同的幸福方式，四个观众缘超好的妻子，在节目中大家爱吃喝玩乐，享受着生活中的乐趣，也会公开吐露自己的心声，可以说十分的惬意。而林峰张馨月夫妻俩的婚后首秀，自然也成了外界最为关注的方向。在节目中，林峰实力宠妻，手把手教太太张馨月滑冰，还亲自上手为老婆戴上护肘，看得出来林峰对张馨月的疼爱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，不做作，很自然。当然张馨月情商非常高，温暖孝顺，对外处处维护老公的面子，而且十分崇拜老公。近日冯绍峰在外地参加节目，有记者向冯绍峰问道，作为林峰的好朋友，如今他带妻子张馨月参加妻子舞了，你有没有追？对此冯绍峰的回答很大方，肯定的追。可以说陈建斌非常的有才，秦海璐反差比较大，而林峰则比较浪漫，早知道我叫涛姐推荐我和我家赵丽颖去，哈哈哈。随后冯绍峰调侃，不过现在的林峰张馨月变了，特别的保密，自己看完妻子舞打电话问他们要路透，居然被婉拒了。如今的林峰也已经成家立业，与妻子的感情很是不错，我们也是期待他们在妻子舞更多的撒粮。小伙伴，你喜欢哪对夫妻呢？